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凌晨1:49，我出现在了一个漆黑的房间中。房间中除了一张床之外，可谓是家徒四壁。我除了可以扭头四处看看之外，并不能做任何的移动。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提示我们开始问卷。可能是中了什么病毒，我操，我小黄油呢？既然什么都做不了，那就开始做问卷吧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今天过得开心吗？小黄油都没了，不开心呢。你有很多责任吗？那肯定啊，养家糊口。这不，现在就在干视频呢。请四处看看。看过了呀，除了窗帘可以开启之外，这有啥好看的？这时候电脑的画面又变了。你对周围的环境熟悉吗？这完全不熟悉呀，隔离酒店都比这舒服。你知道你在哪儿吗？不，完全不知道。此时闹钟响起。你有过惊慌失措吗？你这突兀的闹钟声，我现在就挺惊慌失措的。接下来他问了我一连串直达灵魂的问题。你质疑过你的存在吗？你相信上帝吗？你现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是完全出于自己的本心吗？我确实怀疑过自己的存在，想着我是不是活在谁的梦里，按着什么剧本在生活。但我不信上帝，不信鬼神，我认为我确实是按自己的想法在回答问题的。你确定吗？哇去，你这一问我倒真的不太确定了。如果灯突然熄灭，你会觉得害怕吗？那肯定害怕呀，于是灯就直接熄灭了。心脏骤停，这一台电脑真是不当人啊。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什么时候会死？这个问题还真想过，我希望自己可以活到个80岁吧，再久就不强求了，生活质量是关键呢。如果你突然消失，会有人到处找你吗？那肯定有啊，虽然我没什么朋友，但家人肯定会来找我的。下一个问题，你孤单吗？或者说是在问我你现在是一个人吗？不同的玩家面对这个问题，内心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。我只能说我并不孤单，现在也不是一个人。你认识你背后那个盯着你看的人吗？要来了吗？虚晃一枪，你孤单吗？这现在肯定是不孤单了，你都给我安排上陪玩了。接着他让我放松一下，深呼吸。你的感觉真实吗？人生真的有意义吗？又是灵魂拷问。对我来说，我的感觉是真实的，人生也是有意义的。现阶段的人生意义可能就是担起自己身上的责任，照顾好家人，然后多干视频。毕竟有这么多观众朋友的支持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这就是意义，或者说是目标所在吧。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如果告诉你关于你存在的残酷真相，你会为了寻求更好的答案而否认现在吗？如果我告诉你你的感知都是虚假的，你会惊讶吗？那就看看窗外吧。我俯身探头出去，窗外是对面的窗户。回顾了一下房间，屏幕上的文字仍在不断跳出。这一切都是虚幻的，是我创造了你。我再回头看向窗外，景色变了，变成了0和1的世界。我一直都在努力帮你看清真相，现在我做到了。你自由了。这是一款堪称简陋的独立游戏，也并没有什么惊吓点，但是提及的问题我想每个人应该都思考过。你的存在是真实的吗？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？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楚门的世界。这款游戏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来思考了那么一小下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不知道屏幕面前的各位面对这些问题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？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，谢谢支持。那么我是阿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